第九层，啊，上面一层的第九层。此上故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清净月，佛号须弥光智慧力。我们再看上面，啊，这个名号啊，我们可以合起来说，啊，此上故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无边庄严相，佛号方便愿净月光。啊，我们再看一段，第十一层。此上故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妙华相，佛号法海大愿音。我们把这个三段呢合起来讲，菩萨德号里面有智慧，有方便，有愿力，啊，我们在诸佛德号当中可以说常常看到的，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凡是诸佛如来的德号，都是显示出心得。菩萨的名号，都是从修德上说的。性修是一，不是二啊。修德一定跟性德相应，才有真正的成就。修德跟性德相违背，就没有成就了。那么我们现在修行，从这个地方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我们的修德跟性德不相应。啊，你看看，性德是智慧，我们的修行跟烦恼相应，跟智慧不相应，这功夫怎么能得力呢？啊，那么说起愿力，啊，我们的愿，啊，这是一般凡人讲啊，愿望啊，跟性德不相应。也是跟自私自利，啊，名闻利养跟这个东西相应。于是，种种方便、处事待人接物啊，全都错了啊！啊，错得太离谱了。于是我们现在总算是有几分啊，少分呢，明得过来了。啊，菩萨为什么他的功夫得力？
为什么它能不退转？啊，为什么它能不断向上提升？没有别的，与性德相应。啊，性德是法身，是般若，是解脱，与这个相应啊。啊，与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是决定不会相应的。成功失败，关键在此地。那么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没有办法放弃分别执着，啊，没有办法放下烦恼习气，啊，含烦恼习气总的纲领，贪嗔痴慢疑恶见，佛法讲啊，六个根本烦恼啊，啊，我们起心动念、处事待人接物，啊，仔细去思维检点。是不是与这六个字相应？啊，这六个烦恼的反面呢，就是六波罗蜜啊。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注意一下的，这六波罗蜜是性德，不相应呐！啊，每天念经、念佛、拜忏、拜佛，有什么用？啊，依旧是个轮回心。六道心，它不是六波罗蜜心啊。所以，一切作为呀，依旧是轮回业。所有一切的愿望，是轮回的愿呐，怎么能出得了六道轮回？我们要学佛，要学菩萨，那就得要把这个念头改过来，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着想，不要想自己啊，为一切众生着想，自己就要装一个好样子，为他着想啊！众生不孝顺父母啊！啊，我要怎么帮助他呢？我要做出孝顺父母的榜样，给他看呢。教他了，佛法
活活泼泼。佛法是教化众生的，啊，佛法切机切理的，古时候大家都接受圣贤教诲，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沙门不敬往啊，啊，过往出家人见到过往问讯啊，没有跪下来礼拜的。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怎么做法呢？出家人了，出家人不要是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不敬国主，怎么能叫人民尊敬？这些地方要懂得通权达变呢。啊，戒律条条戒律是活泼的，不是死的。啊，我的老母亲往生了。家乡父老对我很爱护啊，大家发心给我父母合葬啊，修了一个坟墓，我非常感激啊。啊，这个墓碑上啊，我已经出家了，我还要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啊，这什么意思？孝养父母。啊，所有一切的成就功德都归父母。这个身是得自父母的 啊，一般宗教上荣耀归父母啊，佛法里面讲回向啊，提倡孝道这个墓园不算太大，但是在当地呢，也就不算小了。旁边有石头的栏杆呢，每一个栏杆我都刻的有字，刻的是古圣先贤的教诲。刻的是佛经上的经句，啊，到这个墓园参观的人，机会教育啊，这是我们报答地方父老对我的爱护啊。老师的恩德，护法施主的恩德，我们建纪念堂啊，受人
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古人的垂训我们要落实，李牧原居士过去对我四年的护持恩德很大了，不管什么人在当中挑拨建立，我离开新加坡，我在这个地方讲经，每一天拜他四拜，我上讲台的时候对他拜他一拜啊，下课的时候拜一拜啊，我一天上两次课啊，对他拜四拜啊，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少一次。不要说别人怎么对我，我要对得起人，永远感恩戴德，不要说他帮助我四年，他帮助我一天我都不会忘记他，以后误会那是不要放在心上，只记恩惠呀，不记怨恨呐，我们的心多快乐啊，多清净，多善良，这叫学佛，这是智慧啊！须弥光智慧力了，一丝毫怨恨没有。自己的修学帮助一切众生，修学就是帮助人时时刻刻念念之中要学诸佛菩萨，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所以自行就是化他，自行化它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不能分开呀。我们常常教人教育嘛，佛法是教育嘛，教育是最重要的。化恶为善。恶人你要能教化他，把他变成善人，化敌为友跟我敌对的我要如何感化他呢，变成朋友，化冤为亲，冤家对头我如何感化他变成我的亲人，化迷为悟化凡为圣，教化了，这是教育对方还没有能够变化，不能怪对方，哎呦他业障深重，这个错误怪我自己做得不够我的真诚智慧慈悲功力不够回过头来要加强自己的功力总有一天他会回头
这一生他不能回头，还有来生呢。来生不能回头，还有后世啊。你看看，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不舍一人，啊，生生世世都照顾。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力，这个愿力成心，这是心得。啊，很好的朋友。稍稍受别人几句话的影响了，就变成冤家了，这是最没有福报的人了。啊，尤其是对事实真相啊，不把他调查清楚啊，听了别人几句话啊，那个挑拨的话，建立的话，啊，马上就翻了脸了。这个人不服，这没福报。人要学厚道，啊，就是真的，啊，我这个老朋友，啊，对我有恶言恶意想象，我们存心厚道，始终保持真诚恭敬，决定不能把他这个恶意恶行放在心上，那就错了。我们自己的心不够厚道，不足以度自己，不足以感化别人。所以凡事要反求诸己啊，我们的道业学业才会年年月月在增长啊，在进步。啊，这个就是这是智，这个不迷。念念随顺信德，决定不随顺烦恼。啊，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啊，我的老师，纵然有人在我面前毁谤啊，说他们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啊，我在这里装着洗耳恭听，一句话不说，等他讲完了，阿弥陀佛，没有记在心上啊，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出去了，痕迹都不留啊，这叫随顺信德。为什么呢？自信里头没有这些东西啊！诸佛菩萨何以不见一切众生故？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诸佛菩萨从一切相里头见性呢。好像是佛性，物相也是佛性，相有变化了，性没有变化了，性决定不会随着相转啊，见性成佛，他见一切众生的佛性，见一切无情众生的发心，明心见性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那我们要想明心见性，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
就在向上练，就在境界上练。啊，为什么别人能够在静缘当中见性不着相，我为什么着相不见性？啊，我要怎样学习像他们一样？这个重要啊！啊，为什么诸佛菩萨？啊，你就最明显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为度众生呐、啊。没有一愿呢，是成就自己的利益了。我们学无量寿经呢，应当在这个地方注意呢。啊，念念为众生是心得流露，念念为自己是烦恼习气。啊，尽管天下人都为自己。我在香港亚视侯守信访问我的时候还说，法师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当时就告诉他，这一句话误导了一切众生，这话不正确啊。啊，我当时举了这个例子说，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为自己，天也没有助他，地也没有灭他，反而受到全世界这么多人尊敬。啊，诸大菩萨、大阿罗汉，啊，都没有为己呀，啊，这些人都受人尊敬啊。可见的啊，这一句话的时候误导许许多多众生呐、啊！啊，我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我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看破放下了。我也不为自己，天也没有助我，地也没有灭我。啊，我过得比哪个都自在呀！啊，所以文字、言说，我们看到、听到了，要想想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顺不顺法性啊？他是顺法性还是顺烦恼？顺烦恼我们不能学啊！啊，顺自信呢，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这样境界才一层一层往上提升。提升一层，就多一分的喜悦，法喜充满了啊！提升一层，你的心量就扩大了一层了。我常讲啊，我们为全世界一切众生着想，心量还是很小。跟菩萨、跟阿罗汉不能比阿罗汉的天眼
能建一个小千世界，啊，一千个单位世界。那由此可知，至少他的心量是那么大。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啊。一千个单位世界，这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银河系，他的心量有那么大。啊，菩萨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是心德，本来如此的。啊，我们在华严经上又看到哦，有更大更大的世界啊，那是什么？重重无尽的难力啊，夜夜毛孔中，夜夜微尘中，都有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啊，如是重重无尽呐！啊，这个话，佛在一般大乘经上没讲过，啊，只有在华严里头才说出来。普贤菩萨所入啊！啊，普贤是等觉，重重无尽世界。菩萨无业世界不现身，啊，既然无业世界不现身，啊，那现在普贤菩萨在哪里呢？我说出来你不相信，我眼中所见的一切人全是普贤菩萨，你能相信吗？你不相信，我相信啊！啊，相信的人有福了。凡夫学生只有我一个，没有同学啊，华严经里头没有同学啊，为什么？有同学你就学不成功了啊，你跟我是同学，我们两个差不多，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起来了啊，所以善财童子一个人参学，没同学，除自己之外都是诸佛菩萨化身变现出来的义正庄严来教我的，来成就我的。所以心目当中对一切众生不是当作佛菩萨看待啊，当作佛菩萨看待，当中各一层啊，啊，他只能成就相似位，不能证得真实位啊。啊，他心目中真的是诸佛菩萨化身，不是相似。所以他一生能成无上菩提。啊，不但有情众生啊，这一切人一切动物是佛菩萨化身，一切植物矿物一切自然现象啊，然后才真正恍然大悟，我活在哪里？我活在一切诸佛菩萨围绕之中啊。你们想想看，
这跟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呢？你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极乐就是此地，此地就是极乐世界。啊，一切时一切处清净一切诸佛如来。啊，何况佛在大经上常讲，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拜十方三世佛，三世佛里头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啊。我们的念头转不过来啊！啊，天天讲经讲的不是讲给我听，讲给他们听的啊，自己不得力啊！哪一个人展开经卷读诵听完，这讲给我听的，我就得力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一切人事物，哎，菩萨表演给我看的，不得力了。啊，我在这个里头念念，他觉悟啊，他不迷啊。啊，这是他们事情，与我不相干呢。迷而不觉，永远不会开悟啊。修学佛法跟修学世间法有相同地方啊，从日常生活当中累积经验啊，但是关键呢在依教奉行啊，你不依教奉行，你哪来的经验呢？佛法里面经验是智慧，是方便，是愿行。啊，我们六根戒除六尘境界，一切不善的，立刻回光返照，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叫真忏悔呀！啊，业障才能忏除啊！啊，看到别人过失，想到我有没有？不想别人了。啊，我有，赶快改；我没有，要勉励，决定不可以犯这个错误。啊，那个做错事情是菩萨了，示现了，教我。这个菩萨示现的善行，跟性德相应的，我见了之后，回光返照，我有没有？我如果有，保持啊，不能失掉啊。我要没有，赶快学习啊。佛菩萨就在面前，就在周边，可惜你不会，你把他当作凡夫，你自己以为圣人啊，所以你自己永远不能成就啊。我们生生世世修学犯的毛病就是这个，不是别的啊，这叫什么？不会修啊。宗门教下祖师大德常常勘验学人，你会吗？所以我常讲啊，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深广无尽啊，一般人体会不到啊。什么叫会？什么叫不会？啊，读了《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才晓得哦，那个样子才叫会。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偶业大师所说的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懂，你才会修行。啊，功夫得力，跟诸位说天天进步啊！这不是假的。我讲一年跟一年不一样，一月跟一月不一样。啊，那是中下根性的人呐。啊，上根人，跟诸位说。天天不一样啊，但是下根可以提升到中根，中根可以提升到上根，上根再提升上上根啊，不能说哎呀我们是中下根性，永远就住在中下根性，这就错了嘛。根性不是死呆板的，不是死的，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个宇宙，一真庄严，刹那刹那都在变呐，根性也在变呐。啊，上上根的人如果一念不绝违背了性德，随顺烦恼，上上根就往下降啊，会变成中根呢，会变成下根呢，下下根人觉悟了啊，会向上提升呢。所以自己要勉励自己，自己要帮助自己提升，别人帮不上忙啊，佛菩萨也帮不上忙，佛菩萨只有把这些事理因果跟我们讲清楚讲明白，这叫开示啊！我们听了啊，要能够悟入，就得受用了。我们听了不觉悟，不入境界，什么受用也没有。学等于白学了。啊，一天到晚还是随顺烦恼习气。还是看到别人长短，心里面起的念头还是贪嗔痴慢，这怎么行呢？这样修行你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呢？没指望啊。华严经我们从头
读到这个地方，应该体会到应该要有觉悟，应该要懂得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世间无常啊，性德真常啊，无常是假的啊，大家也许都听说过借假修真啊，在无常里面见到真常，这就是修真。思想千变万化，体性从来不随思想变化，永恒不变的，古人真的说不出来。用比喻来说，把性德比喻作金，黄金；把四象呢比喻作气，我们用一块黄金，把它造成一尊佛像，欢喜啊！恭敬呢，学佛的人呢都会赞叹呐。遇到一个不信佛的人，看到佛像讨厌，把这个佛像毁掉。他去做一个耶稣基督的像，那是信个基督教的。明白人看到了，恭敬礼拜呀。为什么呢？黄金没变嘛，像变了。从释迦牟尼佛像变成耶稣像了，像变了，那个黄金没变。你知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像跟耶稣的像是一不是二，都是那一块黄金吗？那个不信宗教的人看到的时候讨厌了，那他又把它毁掉的时候造一个他喜欢的小猫小狗，那我们看到的小猫小狗，它这个原来那就是耶稣像吗？就是佛像吗？那个像是气，千变万化了，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个佛经大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是行四相，性根本没有变什么是真佛呢？性是真佛所以用黄金做器皿，不管你怎么改变，金没有改变。用黄金来比喻性德，比喻自信，永远不变，那就是真正的自己佛家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什么？是佛性是自己的真心自己真心本来具足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我们平常讲大圆满
或者三个圆满是大圆满了，信得了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再凡没有减少，再圣没有增加，平等平等。你要真正明了通达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对于一切众生那个慈悲啊、真诚啊、清净平等的爱心自然就生出来了。还要别人劝你吗？别人劝你才是你忘掉了。啊，你迷失了。注意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学佛学了很多年了，功夫不得练。一点长进都没有啊！没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这么多年，思想见解啊，言语态度都没有改变呢。还是凡夫一个，所以这样殊胜的缘分可惜了，当面错过，你没有把这个机缘抓住啊！改造自己啊，从哪里改起？从恶改起，改恶为善。啊，改恶为善呢，又要从思想上改起。不容毫分恶念夹杂。从这改起啊。思想善了，见解善了，行为哪有不善的道理？啊，要从行持上来改，思想没改，你不善的根还在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形象上控制不住。你的不善的这个种子立刻又起现行，古大德特别强调从根本修啊，根本是念头啊，念头要纯净纯善啊，纯净一丝毫污染没有，纯善，一丝毫伤害众生的念头都没有。啊，这个众生不是单单讲的人啊，一切动物，一切植物，啊，乃至于一切矿物。自然现象决定没有丝毫改变他伤害的念头，随顺自然，这个是对一切众生的尊敬的，随顺自然的。
随顺自然之美，随顺自然之善，随顺自然之乐。现在人没有法子体会，现在人呢学会了随顺烦恼，不懂得随顺自然啊，所以把自然环境都破坏了，惹来的天灾人祸。现在时间到了。